现在是陈定中颁奖，给他爸妈最佳母亲、最佳爸爸奖。在这边呢，还有准备自己的礼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这边有准备两张超大撕不破的信用卡给我的爸妈，他们看起来像假的，但是真的是假的，因为号码都是假的。但重要的是，我的皮包里面有两张真的。爸爸妈妈如果有需要要刷的话，打电话给我，你们刷卡我来付。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把我们手中象征的信用卡交给妈妈。来，我们全家福就是我们靠善心一点，一起拍一张幸福的大合照。我记讲一句话，爸爸妈妈，我们爱你们。当然，这句话是最重要的。来，现场做嘉宾朋友们，暂时放下您手边的餐具，因为接下来这个热情的掌声是要带给我们理财上这个幸福的大家庭。来，我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，祝福理财上的幸福的大家庭。好，在您用餐的同时呢，大家可以看到。刚刚呢，定中的彩铃听众的满满的感谢哦。另外呢，也要邀请在座所有的嘉宾朋友们，我们要一起来庆祝这个美好的时刻。所以呢，我们暂时放下您的餐具，准备好您面前的酒杯，不论是红酒还是果汁，盛得越满，代表您的祝福心意越满哦。待会呢 ，Amber 会倒数3、2、1，倒数完之后要请大家的是，我们高举您的酒杯，用一句最大声的恭喜来祝福礼台上这对新人，他们幸福的大家庭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请高举您的酒杯。好，倒数之后别忘了您最大声、最大声的恭喜哦。3、2、1，恭喜！尽情享用您桌上的美食佳肴。邀请爸爸妈妈，我们可以捡起入座了。